究竟呢，究竟就是实，不究竟就是全，说全也不对，实也不对，这叫双非。双非，每一法都如是，这一共五对。比如说我们实体，实体就本体，本体是寂静的，本体是寂静，体啊是寂静的，全呢是不寂静的，现在说不寂恶不寂静不对，说寂静了也不对，这叫浅二边，浅二边。究竟什么是对啊，什么是不对啊，说让你意会，这叫玄妙的妙，就玄理，玄理，这叫浅双非。因为本来就没有双非可立，那还有什么浅呢？是吧，不立之中的而浅，浅的含义是什么？浅的含义，说菩萨在你行菩萨道立众生时候都不要执着。双非，双非，双非是折子的意思，双非是折子的意思，双立，双立就是照的意思，折的时候就含着照意，照的意思就含着折意，但是这个意思啊，是大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叫众生是一切无作，说心所做的，就是能所能度众生的心，所助众生的事，能所双计，对所化的景或所化的处都没有真实的，了知你自己心所做的不可取，但又非不可取，对你所化的景一些众生，有众生没有？有，有是不对的，说没有，没有更不对了，含义没有别的，就是让你不要去执着，无着行嘛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你众生必有一致处所，说说话的处所，这个处所呀就是世界，这个世界是有啊是无有啊，是能依啊是所依啊，把它都遣除，说能依不对，说所依也不对，深达一理，所以说非四法，非非四法，说语言，说非语言，非非语言，这就是八行菩萨道，第八行的菩萨他所做的，所以叫难得，难得，这样子才能够成就菩萨入世的难得心，难得心。说菩萨成就入世难得的心，在你修菩萨行的时候，入世观，入世观，怎么样观呢？要这离相无说，入世观就入世观照，修入世观。对佛所说的法，或者咱们现在所说的一些法，咱们现在讲解佛所说的法，你怎么样立认识它？要离相，不要执着，说这就是难得的心，难得的心行难得的行，什么呢？叫离相无所说，明明佛在说法，说即无说，这难得的，
那佛说的究竟什么法？不说二乘法，二乘是声闻缘觉法了，不说佛法，不说世间法，也不说世间，也不说众生，不说众生就没有众生了，还不说无众生，不说垢，不说净，眼净亦如。这也要遣双飞，这个含义呢是说是菩萨已经成就了，成就什么了呢？所修菩萨道的时候，成就入世的圣洁之见，圣洁之见，知道离相无说，不执着一切相啊。明明在说，说的时候不执着，说即无说，离一切诸相，非相，这双非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何以故？什么原因？菩萨他知道一切法，观一切法的本体，观一切法的本体啊，不是现象啊，观诸法的本体，无眼，没有什么叫眼法，也无取，不转不退故。因为啥？一切法的寂灭相，无眼无见，无取无舍，所以他不转不退。菩萨与入世的寂灭微妙甚深最胜法中修行的时候，他怎么修行的？不生念，不生念，叫离念真如，这个咱们前头讲过了啊，离念真如，离念就是无念，在这个微妙甚深的法当中，只能观照，观照就是那个智照啊，智照，不生念，是吧？举念即乖，一举念就错了，无念，达到无念。我现在修此行，已修此行，当修此行，不着蕴界处。蕴是五蕴，界呢十八界，处呢就十二处。内四界就是要你的内心内体，外四界外的四间，内外四间一切皆如，皆如不存在。所起的大愿诸波罗蜜，大愿诸波罗蜜，这一切法无着，不执着。这咱们前头讲的方便善巧无着行的时候，这是第七的，达到无着了，进入难行了。把这段话加以解释，什么原因这样说呢？何以故？什么原因？法界中，就咱们讲那个《华严经》的一真法界，就是我们那个妙明真心，《楞严经》上就妙明真心。法界里头一切无力呀，不力一切法，这叫咱们讲性空缘起，昨天讲了啊，这叫性空的真意，专讲性空，不讲缘起。所以在性空里面没有声闻成啊、独觉成啊、菩萨成啊，乃至于佛成，阿耨多罗三藐三的，也没有什么法叫做凡夫界，叫做圣人界，叫做眼和见，叫做生死和涅槃，
这都叫缘起，随缘而说的。真实是什么样子呢？一切法没有，这叫般若意。咱们讲《金刚经》啊，讲《心经》啊，般若意都是入世讲。这个第八行的菩萨，修这个十住十行的第八行的菩萨，他所处的境界，自证分，他自己证得的是这个样子的。为什么原因这样说呢？何以故？说法不二，说法无二。要是不二，就没有个能说法的人，也没有所说的法，也没有众生是我所度的，也没有众生度众生的菩萨，无不二故。这种境界像什么？譬如虚空，在虚空中你不能定方向，也并那么定不出来过去呀、现在、未来，虚空永远如是，没有去来今相，过去了、现在了、未来了，没有，求不可得。说在虚空中要求这些法，一样也没有。但是虚空是有的呀，言非无虚空，就是虚空是入世，菩萨是这样的来观一切法的。这个简简子是第八位行的菩萨，他入世观，他观到一切法不可得，言非无切法，一切法婉言存在的，并不是没有啊，实实在在的。这是菩萨的观心，观他的究竟的本体，说这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真实是什么样子呢？真实是一切无有真如，诸法回归他的自性。这是只是说菩萨利益众生时候，他只是不执着而已，他作业度众生还是照样的，不失所作，所作利益众生的不是这样的。这是显示着普世一切修行菩萨住行，先入世得的体上入世观，但是他不能舍掉大愿，就是不舍大愿调伏众生，转正法论，不坏因果。前头说的好像是不转法轮了，也坏因果了，这叫圆，圆了吧？这样说过来，这样说过去，这叫平等妙法。咱用浅显的来看啊，说母的心，就是母现前的心。我们这现前的心呢，你自己掌握不住你的心。每位道友，你可以这样回观你自己啊，你能掌握你的心吗？掌握不住。怎样掌握不住法呢？你要想离念清净，离念清净，想离念，离念是无念，离念清净无为，你掌握不住，做不到。你关照你自己的心，一会儿这样想，一会儿那样想，难得调伏。但是到了第八行的菩萨，他能调伏，所以前头所说一的法，他是自性，
但利益众生，他要不舍大愿，调伏众生，转转法，不坏因果。但是这就叫平等妙法。不与三世诸如来等，这位菩萨他所行行的事业，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诸佛平等平等，没有差别。我们再深入一点说，现在母的心跟三世诸佛平等平等，跟那已修的就是八行菩萨，我们跟他是平等平等。怎么样平等呢？这叫华严经的理法界，说我们现前这一念心佛性，当我们入初住的时候，这是七行菩萨了，八行菩萨了，修难行行，这是很难行，难行难行能行已经八行的菩萨了。他是从你初住，初住的心啊，初住已经从初住的时候发菩提心，实信染心了，心满了，他这个念头不会失掉的，说我跟诸佛所有法体平等平等，这叫相信自己是佛。如果咱们最初讲这个，开始讲华严经的时候，讲大乘起行论，我们就先预防，乃至讲这华严经的最初开始，这一年多了啊，都讲这个问题，相信自己的心就是佛，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。如果这个观念这个因在这个初住的菩萨他也定型了，他不会失掉这个念头的，以后他所行的感觉的所作所为跟佛都是平等。七行菩萨入世，初住菩萨入世，乃是初住到十住，初行到八行，乃是带十回向，等了出地了，他真正正等了，这是相似，相似，相似还不是真实的，他功德德行就有这么大，这是华严经特殊的。在调伏众生时候，无生可度，没有众生，这就是性空。但是众生不能得悟啊，所以叫缘起，随众生的因缘来转法轮、讲因果，但是这都在平等妙法里头所含摄的，含摄的就是平等妙法里的人，才能与三世诸佛平等平等。这就是不断佛种，不坏实相，深入于法。这个法是指心，就是法界心，一真法界。在演说当中、解释当中，他的辩才，辩才无尽，遇到什么因缘说什么法，但是他自己是不执着的。闻法不执着，一定达到彻法的原底，原底一定达到彻法的最根本的地方，一是最根本，而能善能开眼，心无所谓，一切无不。咱们读心经上讲，心无挂碍，就是达到那个真心了，无挂碍，无挂碍故无有恐怖，一切没有恐怖。但是既不舍佛住，又随顺世间，不为世间法，又善现世间而不着世间，他也是在世间助众生，也在世间一样，他不着，就是对世间一点毫不执着，所以这就叫
无所着的菩萨，因为不执着够，才能普遍的行自利利他，自己修行，利他也修行。在这种境界下，不能起一点执着念，只说体性不会起妙用，这是不对的。执着用，执着世间，那脱离出世间，这也是不对的。所以双飞双运，这叫圣性相双飞双运，也能够随相随世间相教育众生，行一切法。离开世间相，就性体来说，性体了一法不离，无有言说，单有言说，独无实业，都不是真性的法。诸法无二故，因在这个境界下，在这种情况下说无说，没说二乘法，也没说佛法，也没世间法，是前头所说的。先说的，这叫菩萨的难得心，成就了难得心。难得是什么呢？经文就跟我们说了，见普现世间而不着于世间，菩萨入世成就难得的智慧心，这叫智慧。咱们讲智慧是这样的智慧，不是世间咱平常讲那个其他的经论所讲的那个智慧，跟这个智慧是完全是两个。那个智慧是因这个智慧而起的，完了还归于这个智慧。那菩萨成就这个智慧心，完了修习一切诸法，修行住行，再就是一切法界智慧为身为主导，主导这法。智慧是什么样子？无相无形，无有言说，你用语言来表达智慧表达不出来的。什么能得到智慧？有观，这叫深般若。大家读心经的时候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，就是这种景象，这叫深般若。难得的得到了智慧心，你是这个心来修一诸法。以下就是菩萨观照的时候，用智慧来化导众生，与三恶趣拔除众生，教化调伏，乃至三世诸佛道宗，令不动摇。三恶趣，三恶趣就是恶鬼、地狱、畜生，地狱、畜生、恶鬼三恶道，使一切众生都不堕三恶道。教化调伏，把他教化出调伏着离开三恶道，让他住于三世诸佛的道中，住于佛道。不叫大家忘记没有啊？要是忘记了，咱们再说一遍。没有忘记的，你可以回顾一下，回顾一下。说我们跟诸佛平等平等，这是在理上啊。说我们这个心，从初住的菩萨，他发菩提心，这个菩提心呢，在诸佛，在一些凡夫，在有情，乃至于三恶道，平等平等，在理上这个心平等平等，但是三恶道的众生，他迷了这个心了，迷了这个心了，
理上是平等，事上是不平等了。明白这个含义吧？现在我们这300多人，在理上是一个，心是一个，一真法界心。在事上各有各的因果呀，表现各个不同啊，那就千差万别了。那必须把它从事上引导入了理了，入了理了，大家又平等了。然后看见众生的乐三乐道，那个乐就是菩萨的大悲。要没有乐，菩萨大悲怎么生啊？菩萨大悲就是为了度三乐道众生，乐是显悲的大悲。说你这个大悲没有智慧做主导，那大悲不是真大悲，叫耐见大悲。耐见大悲是情感，不是智慧。真实的大悲呢是智慧，不是情感，这叫大悲。智慧能干什么呢？拔出众生的苦难，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那大悲心。说拔出众生，教化调伏，这是菩萨大悲心。把一切众生都安置到什么？过去、现在、住未来住佛，而令一切众生心不动摇。难住了嘛？难住就不要动摇了。那我们现在处什么位置？我们现在就是在动摇当中的，向不动摇当中发展。啊，没有达到不动摇，我们还在生死六道轮回，还在轮转。学习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达到不动摇。菩萨只能给启发，修行还得靠我们个人呢。不有这么句话吗？佛菩萨领我们进了门了，进了这个门，修行还在个人呢。他只能给你启发，他不能包办代替。诸佛菩萨教导我们，教导我们，叫我们怎么样忏悔的过去业，怎么样断乐，怎么样修善，只是告诉我们一个方法而已。所以我们往往的道友对这个不坚定。什么是不坚定呢？不相信自己是佛。这个不坚定就说你那个心呢，不能达到出入的菩萨住在你那个心上。住在你这个心上，因为就住在佛的位子上了，心即是佛。以前我们跟大家讲啊，我讲佛是梵语了，印度话，印度原话叫佛陀耶，就是觉悟的觉呀。我们养成习惯了，就叫佛，不说觉。你觉悟了，你就是佛，那你没觉悟当然不是了，就是众生。众生就是在迷悟一个觉一个不觉之间，但是我们自己具足的觉性是我们本有的，人人都具足的，但是现在失掉了。失掉了是怎么的？不是丢了啊，是迷掉，把它遮盖住了，并没有说丢失了，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被你的贪嗔痴慢疑啊，身边借鉴邪了，把它给遮盖住了。
遮盖住了，这叫众生了，没有觉悟相了。达到觉悟相，那你就成了佛了。不识料就是相信，相信我们那个觉悟相永远不会识料的。把这个迷雾尘呐、灰尘呐打扫干净了，它照样的显现，就这个意思。要你这样的来念，念什么呢？所有的世间众生，不止能报，相更相酬对。佛菩萨把一切众生看成是他的父母，没有酬对的现象。酬对是怎么产生的？贪婪、贪婪、烦恼，是这样产生的。人跟人之间，社会跟社会，国家跟国家，现在不都在仇对呢吗？没有能报，这叫什么？这叫邪见执着，还叫迷惑颠倒，还叫愚痴，没有智慧。让他相信自己的觉性，这个信心没有，对，随主呢有，起这种呢会。什么叫呢会？你说他没智慧，他能创造发明，发明原子弹呢，发明各种武器啊，这是杀人的呀。有智慧没有？没智慧他能发明出来吗？有智慧，但是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？这叫呢慧，起种种呢慧，他们不能消失争执、烦恼、障碍、仇杀，互相仇杀。这叫没有智慧。贪爱无明，无明呢不明白，贪爱大家都熟悉了，贪爱喜欢的就贪，贪总想归为自己，所以产生了种种烦恼，充满了这些个是什么？这叫众生。菩萨要行菩萨道，这就是他所对的境。菩萨行菩萨道，就是对那个邪见执着、迷惑颠倒、愚痴没智、没有信心的，所度的就是他吗？但是菩萨度众生，不是一句话呀。众生难度啊，他信吗？最起码得他信，你能使他生信已经难上难了，再使他转变他的习气，随顺觉悟的教导，佛法就是觉悟的方法了，让他觉悟，让他明白。所以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难呢，很难，不是一般的难。但是菩萨必须得这么做。菩萨你要行菩萨道，你不在颠倒愚痴没智慧众生前去行菩萨道，到哪儿去行菩萨道呢？这就是菩萨所该做的，他所发心所要做的，使那一切的迷惑众生使他明白，不要再贪恋，不要对一切事物上起执着念。
孟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受103岁。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，基于众生平等、慈悲相待之理念，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，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，使其免遭扑杀，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，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。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，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，令其获得安养。于2014年7月份统计，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，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。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，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，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，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，爱惜生命，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，消弭暴戾之气，促进社会祥和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49日药师法会圆满日，日期6月25日星期六，时间下午2点开始。49日药师法会圆满小蒙山，日期6月26日星期日，时间下午2点开始。恭请湛信法师主法，联络电话06271-6616，06271-6616或06271-6612。06271-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义，共沐佛恩，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，一律采直播方式共沐佛恩。欢迎加入分会赖群组，可登记病苦者每日法会后皆会回向。诸三长老、各位法师、各位菩萨、各位信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首先感谢生命电视台，让我有这个机会，透过电视台的网络平台，来向大家祝福新的一年。那同时也在这里跟各位报告，墨学是在台北龙云寺。在107年接任了龙云寺之后，那因为龙云寺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，是在过去贤顿老和尚，那贤顿老和尚在他的年代是跟白胜长老一起在台湾佛教奉献付出。那贤顿老和尚呢，本来在民国56年就有心要重建龙云寺。但因为当时的条件并不允许，因此一直延误到现在。那墨学明来在接任龙云寺之后，也真的看到龙云寺我们的僧众
年纪都很大，在这个空间条件都非常差的情况之下，感觉非常非常的辛苦，那也很老旧。那为了能够重建呢，就配合政府的危老都更，我们非常庆幸三宝的加持，大家的帮忙之下，我们已经取得了危老都更的重建计划，也取得了建造，我们已经准备要开工。那当然在这段时间物价波动，那经费呢非常的庞大，那在此透过网络电视台来向各位法师向各位信众联流，来请求大家来护持龙云寺，来赞助龙云寺的重建。龙云寺的重建将来是在台北市一个都会区的道场，希望透过十方信众还有各位法师的加持，让我们的经费能够更充足，让龙云寺的重建能够早日的完成。因为现在在法规上取得了建造，我们龙云寺呢必须在31个月，也就是2年半的时间要必须完成。但是因为物价波动特别的大，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那在此呢，透过我们神明电视台给我这个机会，来向大家说明，来向各位诸三长老法师来报告，也来祈求大家来帮忙我们龙云寺，让龙云寺的重建早日完成，让我们的僧众，让我们的信众都能够在龙云寺好好的用功办道。在此默学，再次的来恳请十方信众还有我们诸三长老来给我帮忙，来给我加持，来给我们这个在经费上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。确实在这段时间呢，阿伯也真多了，因为中间哦，龙云寺已经拆除了，但现在要重建，也势必要完成，但是确实经费哦真欠款，希望各位信众跟咱斗三工，让咱早一日完成龙云寺的重建。在这再次感谢各位法师、各位莲友的扶持，感谢各位，祝大家法力充满。阿弥陀佛。佛学名词供水。我们常常看到有些老菩萨在家里的时候的供，大家可以点香永醉，点香供水好像是一天的功课，但是究竟什么是供水呢？我们看到供水杯上面往往会写着戒定慧，也就是说我们内心在供水的同时要升起戒定慧的心，供三杯水也代表愿断一切恶、愿修一切善、誓度一切众生的三种菩提心。但是同样的，供水，水很清澈，代表我们内心要没有烦恼、没有痛苦。在西藏，阿底峡尊者就曾经很感叹地说，印度没有这么干净的水，但是供水这个这么容易累积福报的法门，藏人不知道。因此供水是很好累积我们福德资粮的法门，因为水很便宜，我们也不会对水生起贪心、生起后悔心，我们就可以用很清净的心来供养三宝，甚至我们晚上收下来的供水还可以做施食布施给众生。透过供水可以让我们的内心没有烦恼，这才是供水的真实意义。
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